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这个时间呢，就是2023年的5月1号，礼拜一的下午呢，就是5:15了哈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五一劳动节，是北京时间。那么我呢，就是昨天呢，就来云南这边旅游，大概4-5天了哈。今天是第二天了，那么我早上呢已经去了他的大理古城那边去看了古城的风貌，和还有那个叫苍山洱海去坐那个船啊，坐那个船哈 那然后呢就来到这个什么叫做花海啊，叫花海啊，很多花的啊，就是给自由活动了，自由活动。那么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女孩子就最喜欢这些地方了，因为可以拍照嘛，花海这些东西啊，那所以，这也是一种旅游项目啊，所以难怪呢，这一趟呢，我坐那大巴车，很多女的呢，就女孩子的话呢，或者无论怎么年龄呢。那女孩都是穿的比较漂漂亮亮的哈，就是为了今天下午这一刻来这里拍照啊。你看大家你看看这个啊，这个海呀、这个花海了哈。那么我也进来带大门看一看了，这个你看这个花的海洋啊。很多他们说的就是以前呢这里没有什么云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蓝天呢，白云呢就衬托起来呢是非常的漂亮的那不像洛杉矶，洛杉矶也是蓝天白云的，但是这里的确是花的海洋了你看，所以一家大小的话，要是有女儿的话，那么当老爸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摄像师了，就拍照片嘛。那么所以他们拍照的时候呢，都是在里面拍的哈，大家看见了，在里面拍的哈。那女的穿了一个漂亮的衣服，或者是也，那么拍出的照片的效果肯定很好了。但我看见大部分人呢都是用手机来拍的哈，也有很少人呢拿那个单反机的。现在因为现在这个照片，这个手机啊，它的效果也很不错了哈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就不一样了，好啊，真的确实是，所以那些女孩子一看一来到这里的那眼睛就一亮了啊，就一看哇，这么美的大自然了哈，就忍耐不住就要走到这个花丛中哈，与花争相斗美啊，人与花斗美嘛，人与花香。那我现在我已经人走进花丛里了，那么我就直接拍录像也行了哈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哈。虽然我是男人啊，那你看到真的都这么多花了，这么多人呢在拍照的话呢，那我也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哈，与他们共同享受这美好的时光了，这个值得我们值得我们难忘的花丛之美，花丛之美确实这里什么花都有，还有玫瑰花，我看这个是玫瑰花吧，这个是玫瑰花还有这个那个牡丹花了，可能这个是个牡丹花吧
这花这个东西呢，我也说不出什么名堂出来。你看，像这种花，啊，这种蓝色的，所以我他们女孩子在拍照，我呢就在这里看，拍这花给大家看。一会儿呢，5:40呢，他要集中，要在什么地方去集中啊，然后什么的啊。其实男的也喜欢拍照嘛，啊，也喜欢拍照的，真的。漂不漂亮啊？你看，大男人走在花丛里哈，啊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那别不写这照片啊。看看这个，我进到这个地方去。你看有个地方，哇，这里爱心啊，爱心啊，特别有些结婚的情，结婚啊那些啊，可以拍一些，就是啊什么呢，就是婚纱照啊，这里更好了，更美了啊。所以是这样的了，他也提供一些呢什么圆盘之类的，那边那个女的坐在那个什么地方，好像像一个透明的一个月亮那边呢，去看一看。哇，山就挺高的山，哇，高山上我看到白色的。好，那这又是不知是什么花了，这个东西不会是野花吧哈。挺舒服的，这风一阵风吹过来啊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，吹过来很舒服的。你看那头发都被风吹的。那还有一些动物园的话，看看有不是动物啊，有只马和羊呢，看看那马和羊那个地方，这个不要钱，可能拍照，在里面可能要拍照，可能，一只羊啊，这东西，你看风吹的头都乱了，这也是云南。他们都是以旅游为主，就是旅游项目为主咯，那个咯，他们都是支柱产业。所以刚才呢，我们在游船上也有一个旅游项目，但这个花海来说呢，就是我们那个广东那个从化那边呢，那也有可以吃的，有些果实可以吃的，就是那个旅游项目也是可以这样的。我看看这个东西跟这个小动物来拍拍照，还不错，等一下啊。这两只我也不知道是它是什么动物啊，这个嘴是黑的，又不是熊猫啊。我看见一会儿到哪里集中了，他说要到哪里集中就去。哎，闲逛呢，在这闲逛，逛完这个。他说6:50就要集合嘛，然后就吃晚餐了。估计今天的那个项目啊，旅游那个就今天晚上就在最后这一个项目就完成了。那明天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，可能明天那个地方比较冷一点的，明天估计是什么地方啊，我也忘了。反正我也不记这个什么名堂不名堂喽。呀，这个大家都在拍照，你看他都在拍照那个地方。走，我也当时散步，也挺舒服的散步。哟，这个羊呢，这么大个的羊啊，你看这个羊。这个马匹。好了，看看。
我一会儿一会儿呢，他们说要坐那个什么什么车，那个什么吉普车，吉普车去一个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个吉普车可以给人拍照了嘛，所以很多很多人呢就在吉普上拍照啊，然后发在朋友圈那里啊，哎，就觉得哎这个车是我的了，这个特别漂亮。确实这种在这里拍一些照片还真的是不错的。啊，你看你现在你看到我看到这个天气啊，跟这些花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。不一样。应该好多张都没有一张好一点。哎，一会儿就到那里。黄色的，黄色的吉普车40分哈，40分的不要，我们先去旅游，因为跟团嘛，所以那个时间一定要抓的，就是也是军事化一样的啊，因为集体活动嘛，不像自己啊来这里也可以怎么玩就怎么玩嘛，啊，漂不漂亮后面？最主要呢，今天的那个天气凉爽，你看我都穿了这个衣服，其实这个衣服也挺厚的，但是还不错。网红摄影，我是网红了，我不是网红，我只是一种爱好而已，就爱好。这两台车都假，都破车，吉普。这个车拿来专门来拍照用的，我还以为真的是真的，就是说能开得动的车，因为这个车也开不动的，那个很旧的，就是100年。是几十年前那些吉普车，现在可能没有的。美国都有这种车卖，对，有这种车卖，这款式还不错。好了，离开了花丛了，这里不是了。好，然后看看有什么景色，人家就是在拍照。我就在拍录像，也一样，啊，各有喜好嘛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我怕吃饱了，一会儿呢就吃不了饭了。有个雪糕啊，烤肠。好了，今天呢，现在我看有什么东西卖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聊天，耶。